大人说的对，是到了该和玉蝶闹断的时候。你说我平时喝那么多酒都没什么事儿，怎么昨天就成这样了呢？说玉蝶想从我身边抢走剑锋，我绝不放过他。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大人，有一女子从楼上摔下，暴毙而亡。是玉蝶？是玉蝶，不会是他杀。你为何如此肯定啊？因为具有杀人动机的只有我一个人，而我是不会去杀玉蝶的。还有另外一个人有杀人动机，且有杀人的时间。谁？你家夫人荣秀。未来娱乐台神厨当官上菜喽。